今天呢 MVP 可以来获得我们的 Kiwa 的电动滑板车一台，这个市价是50000多块，恭喜林立。但是我们先访问一下林立，你太高了。好，林立也是我们在地的桃园人，来第一次在桃园开幕战嘛，以这个选手职业选手的身份，那么现在的心情会很紧张吗？还好，这么简单。今天可是有18521人来到我们现场。然后就是今天呢，第一支是球队，是我们球队集出全员的，现在感觉好，今天家人也有来嘛，那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跟他说呢？感谢你来，然后又这机会让你看到的在 MVP， 感谢你。好，那当时候中外野方向的全垒打，其实球队那时候是落后的，一筹莫展。那你是有什么设计？还有教练有跟你说什么？前队没事。的这个投手你自己也知道吗？有看过他可能在这边投，所以有设定什么？这个功力还要再加强一点，不好意思让您立功瞄到了。好了，知道我们这个 MVP 的惯例，知道了。好，学妹呢，请就位，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，中间，哎呦，洋将哦。Hey, so,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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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, hey